呢度咧就話 AC 咧就係18，跟住叫你計 radius。咁咧你係18啊嘛，咁我當咧呢度連落嚟90度角呢條 radius，跟住咧咁樣連過嚟，啊咁樣穿過嚟嘅，啊一條直線。咁呢度係 R，咁即係話咧呢 part 就係18減 R 噶咯喎，啊因為咧你呢條係 radius，呢條都 radius 噶啦，咁所以咧。成條係18，咁變咗我睇住呢個直角三角形啦。呢、这個直角三角形裏邊咧，你呢只咧就係30度角。呢、这個直角三角形 HO，咁所以咧 opposite side 除下 hypotenuse，咁咪可以出到乜嘢啊？就係、是、R over 18減 R 就等於咧 side 30度。咁即係話咧 R over 18減 R 就係1/2。2R 等於18減 R，R 咧就係6嚟嘅，咁所以答案咧就係 boy 啦。